首歌，然后让大家觉得不辛苦，很辛苦，谢谢。快点尖叫！给你我的爱人。
开始哦。One, two, one. 就要站着唱，还不能坐着唱。还要唱，我们现在还要再要唱我们的哆瑞咪。为什么把江老师吞下来？为什么要听佩蓉的话？国三后你就会听懂了这段话。国三后开始不爽，为什么我读的时候一样，考的时候一样，每天上课想的都是练唱的模样，想的全都是欢乐的时光。佩蓉的幸福让你看见，我们的幸福在他心里面。好像他们就这样，是吗？不是，他们不忘记了用吗？对，可不可以？
妹，哥妹，哥妹说一下。对，我的。那个说几句话。奉献他们。那个没有，没有。那我意想之外的，意料之外，你们真的唱得非常棒。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这样的活动，让我真的有深的感动。出来了，真的你们很棒。那还那个跳痛那个我没有那样哦，没有。OK， 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。请两位李老师站在上面好吗？来，同学，打扮起来，领兵哦。